我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一款可以说是衣服的防护罩，新可林耐米长效保洁剂。大家可以看到衣服的左边是用了新可林的部分，那水分很快就在衣服表面上流走，所以我身体不会觉得很湿润，但觉得有点凉，但其实不会觉得湿湿的。那右边就是完全没有用了，马上就可以感到湿湿冷冷那个水汽沾到衣服的感觉，所以两边的感受性相差其实是蛮大的。那其实除了防泼水以外呢，其实新可林也有防臭抑菌的功能，大家运动完以后那个味道应该是非常的浓厚，那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些部位，比如说腋下或背部这些容易出汗的重点部位给它喷拭一下，那相信未来在洗衣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味道可能会减轻不少。其实喷上新可林呢，等于是帮衣服加上一层保护膜，所以一些汗水脏污比较不会渗入衣服里面，所以像这类比较浅比较鲜艳的衣服喷了新可林以后，它也可以比较维持长时间这种艳丽的颜色。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功能外，其实新可林它还能够抗 UV， 而且指数高达 SPF40 以上。这种衣物保护类的喷雾很多，大概洗一两次以后它的功能就完全丧失了，不过新可林它的效能其实是非常的长。那么新可林使用的方式也相当简单，只要在骑车前一天在干净的车衣裤上喷到略微湿润的状态就可以了。防泼水、抗菌、防臭、抗 UV、长效使用，这是新可林耐米长效保洁剂的种种好处，就连冲刺王吴伯宏都相当推荐，那小编也推荐给大家做使用。